喉额的常见症状为咽喉单侧或双侧红肿疼痛，像蚕蛾一般，轻者绵痛或吞咽时发生疼痛，有时伴有低烧，重者则红肿疼痛，吞咽困难，伴有怕冷发热，季节交替常见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喉额症状的食疗方案：荠菜、苦苣、山姜、食用菊、冬笋、绿豆芽、生菜、鱼腥草、甜菜、陈皮各15克，榨汁含咽，起到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泉小针略。